第一套功法，佛展千手，身神合一，动静随机，顶天独尊，千手佛力。预备试试，两脚与肩同宽，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松而不懈，膝胯两处呈滑溜状态，下颚微收，两眼微闭，舌顶上颚，牙齿微微离缝，嘴唇闭上，结印，弥勒伸腰，称如来灌顶，双手合十，握球凝掌，掌指乾坤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握球凝掌，掌指乾坤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金猴分身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双龙下海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菩萨福莲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罗汉悲山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金刚排山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叠扣小斧，结印，弥勒伸腰，称如来灌顶，双手合十，握球凝掌，掌指乾坤，称放松，双手合十，握球凝掌，掌指乾坤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金猴分身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双龙下海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菩萨福莲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罗汉悲山，撑，放松，双手合十，金刚排山，撑，放松，
双手合十，叠扣小斧，结印，弥勒伸腰，称如来灌顶，双手合十，握球凝掌，掌指乾坤，称放松，双手合十。握球凝掌，掌指乾坤，撑放松，双手合十，金猴分身，撑放松，双手合十，双龙下海，撑放松，双手合十，菩萨福莲，撑放松，双手合十，罗汉悲山，撑放松，双手合十，金刚排山，撑放松，双手合十，叠扣小斧，结印。第二套功法，法轮桩法，生慧争力，容心清体，四妙四悟，法轮初起，双手结印，两手慢慢抬起，头前抱轮，十指相对，两臂抱圆，两掌与眉同齐，
慢慢放下，腹前抱轮，掌心向上，食指相对，两臂抱圆，
两臂慢慢抬起，头顶抱轮，掌心对向头顶，食指相对，两臂抱圆。
两侧抱轮，掌心对向两耳，全身放松。Thank you.
蝶扣小斧。双手结印，第三套功法，贯通两极法，净化本体，法开顶礼，心慈意猛，通天彻地。结印，单手冲冠，合十。冲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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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冠。冲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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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冠。冲冠，冲冠，另一只手跟上，同时冲冠，冠，冲，冠，冲，冠。冲冠，冲冠，冲冠，冲冠。冲冠，冲冠，冲，双手下来，顺时针推动法轮四次。双手结印，单手冲冠，合十，冲冠，冲冠，冲冠，
葱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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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一只手跟上，同时葱冠，冠，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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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手下来，顺时针推动法轮四次，双手结印，单手冲冠，合十，冲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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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另一只手跟上，同时冲冠，冠，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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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冠，
葱，双手下来，顺时针推动法轮4次，双手结印。第4套功法，法轮周天法，玄法至虚，心清似玉，返本归真，悠悠四起，双手结印，合十，两手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同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同体后上来，双掌把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两手离身体不超过10公分，随机而行。随机下走，同体后上来，双掌把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，在两臂的阴面推过头，随机下走，同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凝掌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动作要缓慢圆，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同体后上来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同体后上来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，过头，双手下来，叠扣小腹，双手结印，合十，两手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同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，
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从体后上来，双掌把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两手离身体不超过10公分，随机而行。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双掌把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在两臂的阴面推过头，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凝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动作要缓慢圆，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从体后上来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从体后上来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过头，双手下来，叠扣小虎，双手结印，合十，两手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从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从体后上来，双掌把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两手离身体不超过10公分，随机而行。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双掌把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在两臂的阴面推过头，随机下走，
从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拧掌，过头，随机下走。从体后上来，动作要缓慢圆。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能量带入两臂，拧掌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从体后上来，能量带入两臂，拧掌，过头，随机下走，绕脚一周，从体后上来，能量带入两臂，拧掌，过头，双手下来，叠扣小腹，双手结印，第五套功法，神通加持法，有意无意，印随机起，似空非空，动静如意。预备式，盘腿打坐，身体保持正直，两手结印，两眼微闭，舌顶上额，牙齿微微离缝，下额微收，嘴唇闭上，心生慈悲，面带祥和之意，渐渐入静，似静非定，手起时心随意动，手随机而行，两手结印，动作要缓慢圆，双手随着契机而行，打手印的要求是小臂带动大臂，外柔内刚，两手拉开，把功能打出体外，
在两掌下用功力加持。本功法要求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。
遍掌，这是加持柱状神通，要求时间很长，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。
遍掌，这是加持柱状神通，要求时间很长，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。
双手结印，要求打坐时间长，深度入定。注意，主意识不要完全放松。出定后，双手合十。